大家好，我叫王开喜，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那么下边呢，我们一起学习第二个专题。那么第一讲的题目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与对外交涉。那么鸦片战争以后，我们都知道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么各种势力呢都侵入到中国来，那么这样中国社会内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像政治啊、经济啊、思想文化呀、是吧，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鸦片战争以后，那么清政府究竟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他怎么样估计这场战争以后的形势，他们对于中外关系的认识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重视和研究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虽然有所研究但是研究的不够深入。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清政府对中外局势以及战后局势的认识。那么在这个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与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个东方国家开始发生了一种全面的这种碰撞一种撞击，那么也是出现了一种冲突。那么但是呢，由于中国的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中国的这种自我陶醉的一种文化优越的一种心理那么就使得清政府、清朝统治者没有办法真正的认清这个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因此呢，就不可能对西方国家它的外交体制的冲击对于西方国家这种挑战做出一种敏捷而有效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鸦片战争之前那么清朝统治者对于整个世界形势可以说呢是一片糊涂、一片混沌毫无所知。那么清政府认为中国是居于地球之中的天子所在的一个礼仪之邦，是天朝大国。那么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或者部族或者民族那么都是一些深受中国影响的一些藩属国藩属国家。那么再周边就是一些远离中国的孔孟教化的一些化外之遗没有经过孔孟这个圣道来教化的这化外之遗。那么外国的商人包括外国的这个使节来中国，是吧，那么清朝政府也认为他们是书城相化是万方来朝认为这些国家呢是来向中国来称臣纳贡的。那么因此这个时候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外国人、外国商人是采取了鄙夷一切，是吧，不屑一顾对他们很看不起，采取了这么一种非常高傲的这么一种态度。那么西方国家同中国首先进行接触，那么最初接触呢是从商业开始的商务那么同中国做买卖。那么这种情况就使得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层面还是思想观念层面，是吧，都把外国来中国这种关系看成是一种什么呢，看成是一种商务关系而不是一种外交关系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干什么呢，首先就是做买卖而不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国家关系不是一种外交关系。那么也是说在清朝统治者的心目当中，中外关系被严格的限制在通商方面。那么美国的一个先生叫做费正清那么费正清主编的一本书叫做《剑桥中国晚清史》他是讲到说这清政府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说对外关系被普遍认为只是经济关系不是政治关系就反映了当时清政府认识上的一些局限。那么但是在鸦片战争当中，是吧，一个堂堂的天朝大国，是吧，被清政府所看不起的，是吧，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夷人打了大败，那么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那么也是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统治阶级认为
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那么这样呢，清朝统治阶级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怎么样进行一些补救。那么也是说，这个时候清朝统治阶级对外认识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整个封建统治阶级都在考虑怎么样进行补救。那么大理寺少卿有一个人叫做金英林是大理寺少卿。那么金英林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就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那么在这奏折当中他讲他说这英国人呢很早在嘉庆朝那么就派人呢到中国内地测绘中国地图刺探中国情报。他说这个说明这个英国人呢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包藏祸心已经很久了。有信故叛，无信亦叛。说现在这英国人犬羊之性更甚于前，散事机迷，俱能久远。那么因此他是提出来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应该卧薪尝胆，是吧，不能够就此是吧而这个沉寂下来。他就要求清政府是吧要无息重资，无拘文法休兵五备，就是清政府要不要怕花钱是吧，要整顿这个军务准备抵抗外国侵略。那么金英林的这个议论从他的奏折当中可以看出来，他还带有天朝大国的这些思想还有这种高傲的心理那么这是不足为取的那么但是金英林在这个奏折当中他意识到了英国人这种侵略野心是吧，那么提醒这道光皇帝不要因此沉寂下去是吧，不要苟且是吧，而应该要振作起来。那么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或者说切中时弊那么这是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呢金英林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反映出了这么一种思想是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呢要自强是吧，来抵御外物。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就是1842年9月有一个给事中叫做董宗远。那么董宗远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当中他就非常忧虑，可以说是忧心忡忡那么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鸦片战争之后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讲了四点。那么他讲这四点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与这个封建专制制度相适应的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伦理纲常都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乱民自此生心嘛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国家的主权，国家的领土，那么开始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很难再恢复到那么以前的那种中外相安无事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他提出这么一种危机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危机。那么所有这些绝不仅仅是董宗远或者金英林个别人的一种忧虑那么更不是一些御史言官是吧哗众取宠故作威严更不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董宗远也好金英林也好他们是代表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局势观，就是他们怎么看待鸦片战争之后这个中外局势。那么如果说统治阶级官员在这些方面有所差异，那么他们的差别也是统治阶级成员是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深度不同，重视的程度不同仅仅是这么一个差别而已。那么说当时很多清政府的官员对于中外局势还是有他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认识那么这个我们还可以举几个例子你比方讲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第三天参赞大臣齐慎相当于这个清政府的派往前线的一个参谋长那么这个齐慎呢就曾经给道光皇帝上奏折他就讲
说这个英国人呢是反复无定，诡谲异常啊，就是这些人呢啊居心叵测呀，啊反复无常的。说现在英国人虽然已经受俘啊，那么同清政府那么议和了啊，而防范仍需严密，以期有备无患啊，那么对英国人还要进行防范。那么他就要求清政府是吧，下一道上谕，命令沿海沿江的各个省的督府是吧，要防其有变，还要防备英国人啊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那么在他这个要求之下啊，清政府呢很快下达了一个上谕啊，这个上谕就要求沿海沿江的啊这个督府啊，对于英国人要妥为防范，不得以现在移情恭顺稍存大意。那么也是说清朝统治阶级成员在政治上那么确实是很腐败很无能啊，御侮乏术啊，昏聩无能啊。那么其实这样，那么但是啊，他们对于英国人屡次挑起战争啊，使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啊是三起三落是吧，那么最后迫使清政府同他签订了一个城下之盟。那么清政府对于这么样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啊，不可能是熟视无睹，也不可能是完全麻木不仁是吧，那么清政府对于这种奇耻大辱是有所感受的啊，他也希望呢能够有所补救啊，也希望对于英国人要有所防范。1847年3月啊，那么英军入侵广东的啊这个珠江口，那么当时叫做审核呀，啊，入侵这个审核。那么在这个广州城外，啊，把广州城外这个炮台的炮眼都给钉死了，这个炮呢就作废了。那么后来英军呢被迫又撤回到了香港，啊，就是在47年3月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当英军撤回香港之后，清政府并没有放松警惕，是吧？那么清政府那么还在给这个广州将军啊穆特恩、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齐英啊，还给他们发指示。那么在这个上谕当中，清政府就指出来啊，说这个英国人呢是反复无常，南保部归朝以后又复别生事端，不可不于安静无事之时欲为防范啊，就是英国人虽然已经撤回了香港，啊，现在你还要加强这个提防，啊，那么这是在47年之后，英国人撤回了香港，那么清政府对这个问题仍然呢，惴惴不安，啊，那么提出来要防止英国人继续发动战争，啊，那么到了这个1849年，啊，5月，啊，由于广州人民呢这个坚决反对，是吧？英国人最后同意不再进入广州城了。啊，那么一般的讲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啊，就是在这以后道光皇帝仍然在告诫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进啊，广东巡抚叶明琛，告诉他们什么呢，说这个移情诡谲啊，这个移情啊是非常诡秘的，你是摸不着他们是怎么想的啊，移情诡谲，说南保部冒为蛰伏，仍图猝然内犯，或缓图攻我腹心，亦不可不防啊，就是英国人呢，啊，他现在说不进入广州城了啊，这些人呢都是居心叵测是吧，对他不能够放松警惕，他表面上蛰伏了啊，但是说不定他还包藏祸心啊，希望呢突然的内犯啊，突然对我们发动这个进攻啊。那么这是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啊，那么到1849年这段时间，清政府的啊一些上谕，包括一些官员的奏折谈到的怎么样啊，要防止英国继续对中国发动战争啊，谈到了这些东西。我们纵观清政府的这些上谕和奏折，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什么呢，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待外夷，对待英国侵略者始终是心存疑惧啊，没有完全的放松警惕。那么怎么样消弭外患啊，始终是清朝统治者
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清政府对于鸦片战争以后啊这种局势的认识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有它那种合理的正确的这么一个方面，是吧？那么但是清朝统治者对于中外局势的认识不是清醒的啊，不是清醒的啊，而是一种朦胧的直感。那么这种朦胧的直感是来自于啊他们力图要维持天朝大国尊严啊，继续坚持清王朝闭关自守政策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阶级本能啊，它是一种直感啊，直观的感觉，就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啊造成的这种危害的一种直观的一种感觉。那么这种不清醒的朦胧的直观感觉同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同啊腐败的吏治官风，那么等相结合，啊，那么这样就使得清朝统治阶级，啊，那么在鸦片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大吃一惊，是吧？没想到英国人这么厉害，啊，那么使清政府呢感到大吃一惊，啊，那么但是清政府却没有能够认真的总结这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啊，那么对历史的变局。啊，做出一个灵活的反应。那么作为清朝统治者对于历史变局做出比较灵活的比较有效的反应，那么这是到了六十年代洋务运动以后，啊，那么才出现的事情，啊，那么也是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阶级成员是吧对于外国侵略的问题是吧他有所感觉，也有些正确的认识，啊，那么但是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付外国侵略的一个具体的有效的措施，一个具体有效的办法。那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打击之下，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很难恢复以往的中外相安的这种格局了，但是在思想深层次里边，清朝统治者仍然在追求着过去的那种天朝大国万方来朝的这么一种太平盛世，还迷恋着过去那种万国相安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清政府之所以产生这么一种思想，那么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国内的经济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就是清政府还存在着维持它的这个封建统治的一种国内的一些基础。那么除了这种内在的国内因素之外，那么使得清政府还继续保持那种旧思想的国外的因素，就是原来臣属于清政府的藩属国仍然把清政府视作自己的宗主国，你比方讲像朝鲜呢越南呢是吧，当英国法国对他们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是吧，他们按照藩属国的这种惯例就把英国法国怎么侵略他们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上报给清政府。那么这样就使得清政府那么有了一个继续维持自己天朝大国的这么一种国内的和国外的因素使得清政府呢继续的那么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藩属国的这个体系之下来运作的这么一种可能。那么鸦片战争之后是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力严重的侵入到中国来，那么这样就使得清政府呢被迫的陷入了一个应付外国的这种挑战的这么一个交涉当中去就是外国不断向中国提出各种要求是吧，清政府呢就要同外国进行交涉。那么清政府既然已经被卷入了中外交涉这么样一个外交的漩涡那么清政府就不能够不力求知己知彼达到自己能够知己知彼他就希望自己能够重新认识夷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有句话呢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也就是说清政府在主观上他并不想闭目塞听，他也希望能够达到知己知彼那么因此他就运用了他们可所以运用的一切的中国传统的旧知识，还有他们在鸦片战争之后所获得的他们认为的新的知识那么力图利用一些新的知识呢去认识外国艺人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
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清朝统治阶级它毕竟是小生产者的代表，是吧，就是封建的一家一户的，就是小农经济的代表，那么因此他们只能够以小生产者的那种狭隘的保守的落后的这种眼光去重新认识彝人，重新认识这个外国人，他不开阔，是吧，局限在那么一省一地一家一户，是吧，以一种狭隘的目光呢去看的外国彝人。那么因此清朝统治者对于彝人的认识那么很自然就呈现出了一种肤浅幼稚的这么一种成分表现得很肤浅很幼稚。那么他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对付彝人的办法往往是消极被动的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可笑的那么充分地暴露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迂腐无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个1842年7月31号那么道光皇帝就对于英国士兵是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表示很惊讶他就问这个钦差大臣齐英他说呢这个英军呢在同清军接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所带彝兵他所带领的这些彝人的这些兵士所带彝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敏不畏死就他这个英国军队为什么打仗这么勇敢不怕死那么齐英经过调查以后那么齐英就是非常郑重其事的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来回答这问题齐英是这样讲的他说这英国人呢为什么打仗都不怕死他说呢齐人素多猛智武官就是他的这个军官呢将领武官四十以内不取七十兵丁亦然是以无所沾顾临敌争先说英国人打仗为什么勇敢就是他们这个将领和士兵四十岁以前呢是不结婚的没有后顾之忧是吧所以呢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所以能够临敌争先说而黑夷多利性欲往之趋避说这个黑夷这就是他们掠夺的这个黑人这个士兵是吧这些人呢头脑很简单四肢发达是吧他们不知道这个厉害所以说他们敏不畏死他还讲说总因这个外国人呢是孤军深入历七万里而至中国倒万死以求一生是以有退有进无退敏不畏死说这个呢非其性情意亦其事实然也那么齐英这个解释那么很明显是受到了中国一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什么传统思想呢就是中国周边那些蛮夷是吧有时候看小说就是讲到那些野蛮的人是吧头脑很简单力量很大是吧就不知道厉害受到了这个蛮夷力蛮性欲不知道厉害的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的那种背水而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军事理论的影响是受到了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那么齐英的这个解释那么很明显掩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个本质是吧也没有涉及到中国因为政治制度落后是吧导致了中国失败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齐英对于自己以上的这个解释他也表示说这个呢按照封建的传统的伦理道德按照封建传统的礼是不可解者这没有办法去理解这外国人为什么是这样那么这是齐英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谈了他对英国人为什么作战这么勇敢的一个看法那么道光皇帝看了这个奏折之后也是感到不得要领无可奈何那么就批了四个字说这英国人呢是可恶之至很可恶除此之外那么道光皇帝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么这是这个齐英和清朝统治者力图重新认识外国人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齐英在同一天
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提出来，怎么样是吧控制外国人啊，说这外国人这个枉之厉害是吧，民不畏死，那么怎么办呢？那么齐英在另外一个奏折当中啊提出了怎么样去抵御外国人，抵御英国人侵略的一个办法。那么齐英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呀，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禁止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携带着自己的家眷住在广州城外。他说这样做是立法本言，说这样做很好啊，啊，怎么很好呢？他说这样做就可以防止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吧居住在一起，啊，免得呢中国这种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啊遭到外国方面的那种破坏，是吧？就把外国人把他们的一些那个生活的这个习俗带到中国来，是吧？破坏中国的传统道德。那么也可以避免外国商人携带家属同样可以在中国进行正常的家庭生活，有天伦之乐，那么这样外国人呢就会长期在广州居住下去，不再回国了啊。他认为以前不允许外国商人携带这个家属居住在广州，这个办法很好啊。他说但是现在看那个规定啊不好啊，并不可取。为什么呢？他是这么认识的，他说这个遗传外国的这个船只啊，在这个洪涛巨浪当中是朝东暮西一顺千里，船开得很快啊，忽而东忽而西，他说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啊对清王朝的一种威胁啊，是一种摇患，很远的一种祸患。他说外国人之所以难以控制，就是因为外国人居无定所，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的地方啊，无所系恋啊，没有什么可以牵制他的。他说现在签订了南京条约是吧，那么允许外国商人在各个通商口岸来建立房屋啊，说这样的话呢使这个外国商人有使奴以居其货，有妻奴以系其心，既挟重资又挟家使，固恋资多啊，说现在好了是吧，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房子，可以把他的下属带过来，他可以有房子是吧，有货站存他的这个货物，有很多钱是吧，在这个通商口岸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有所顾恋了啊，不会啊这个朝东暮西啊，他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啊，一个居住场所啊，这样就好控制着外国人了。那么他讲说况且呢英夷是重女轻男，夫至于妇啊，英国人是这个妇女的地位比较高，这个丈夫男子呢是受控制于这个妇女的妻子的啊，那么因此他认为啊现在在控制英国人啊控制脚印就比较容易控制外国人了。那么齐英提出来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说英国人同中国人一样迷恋自己的家史，迷恋资产，那么既然是这样对于他们就比较好控制了。那么齐英的这个说法啊，那么如果说不是他自己在自己欺骗自己啊，那么也是在欺骗别人啊。那么齐英这个说法那么很明显是受到了中国一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啊，什么思想啊？就是中国呀社会当中有一种思想啊，就是安土重迁啊，故土难离，只要一家有那么两三亩薄田，有一间茅草房能够居住，是不肯轻易背井离乡的啊。那么他说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建了房屋了啊，那么在这存放货物，那么这些人啊，那么就会居住在这些地方，那么清政府就容易来控制一些外国人啊。那么齐英提出来的这种办法啊，如果去对付中国周边的啊这些落后的民族啊，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少数民族，那么或者呢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用这种办法去对付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啊，它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可想而知啊，那么肯定会要遭到失败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先讲到这儿。